大家好，我是谁？我是一只万里木。今天我来到了长城，但是我不是一个人，我邀请了我的好朋友。嗨，AK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来到都一起来长城。嗨，小九，欢迎来到长城。好的，今天我将带你去长城，走吧。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了，等一下，有一个小小的策划要给你们玩。 现在有三个选项，你们自己一二三自己选一下。我选，那我选三个，一二三，对。哇！他说了100次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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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告诉你我的，你告诉我，告诉你，然后我们俩，如果我告诉你的话，你会做5000，差不多1000次。我已经知道我的词是啥了。我的词是哇，我一说两次。他怎么知道的？没有呢。他就算猜出来也不一定忍得住。 他猜出来不一定忍住。哎呀，快点了，大家都静静。长城，你太厉害了吧！ 这个走这个不对，你的倒着走。哎，我已经累死了，我要。你也太弱了吧，林墨。这可是你带我们来的，林墨。你作为组织者。哎，走。但是我感觉拖了这么多人下水，我好开心啊。 自讨苦吃啊！自讨苦吃啊！好陡啊！你们看，这真的好陡。还好吧，我觉得。 对啊，你看我们走就是很走路一样，很平路的。开始了，开始了，看这些人，就是孬路。特别特别。就是一点都不用力啊！小哥来，你看我的腿，你看我的腿，哎，我的腿也是抖啊。腿抖的腿基点都抖。我现在是身轻如燕。大家千万不要说，我屏气凌晨气，这是丹田。这样子，我发摔，这样子，我们这样子。 我的鞋底都快被我磨穿了。这样子很舒服啊，这样子。然后你有往里点点膝盖。哇，这个坡度都可以。好累。哎，这个植物我以前见过，在我的那个。 这个东西可以种在家，扔在地上，它就可以，它就可以来年就可以长出来。
这好不好呀？要吗？不要。买个票，上去。是来回的，是吧？1.2米以下儿童免票，我得这样子，我靠我自己。我晕。你这样吧，我俩五五开好吧？那我付，你再转给我就行。可以可以，来。走吧走吧走吧 ，Let's go， 兄弟们！看到狗熊，看到了熊大熊二鸡，他们的兄弟伙们都来了，熊大熊二来逛长城了。爱你我是少少的色彩，伪造换来了同一个舞台。在为了打败所有的困难，用征服者的姿态死在这里。现在我们已经下山了，所以我们这个关键词到底是什么呢？你的关键词是好累啊，然后你今天说了很多次。哇，真的很累啊。然后我的关键词是好高啊，刚刚我才知道的，但是我一直都没说。他说哇，他说了很多次耶，哇。就在你知道这个以后，你还说了几次哇？你说一下哇。哇啊！加一次，再加一次，要接受惩罚。嗨，你跟他合照去。嗨，想吃啊？给你吧。他不是打得很痛吗？他不是，他要是太危险了，人下面会有人把他踩的。你上来吧，哥们儿。我不会骗你的，我把你带到安全的地方。到哪了？好吧，更危险了，现在。没有斜挎包。斜挎包。是拉链看着虚的，但是不让他看。哎，放回去吧。这个不会也可以斜挎吧？可以。这个，但这个包真的还可以，是真的。这个应该是。哎，行吧，谢谢阿姨，我先走了。不买一个？不买。我也会了。当你到处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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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累死了。进入景区，请您提前通过北京健康宝小程序“村民健康码”，并通过关注。过年了，
那个，我可以把他们带走。就一直这样，你一直这样摸摸摸，他就跟着你回去了。那个鸽子一般都是扔得了家。你走开，待会我不给啊，不给了，回去了，不走。走开，我来，只有我的允许，你们才可以。我只允许一只站在我的手上。